对，好的啊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深圳的光明网球场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啊，非常规模的一个网球场。然后我们是为了明天的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友团体赛啊，做一个赛前的这个适应和练习啊。我们的队友都已经到了，这个球场非常漂亮，我带大家看一看啊。等一下，稍微看一眼，我们就上场去。啊，去练习去热身了啊！我现在大家稍微看一眼啊，还是很壮观的这个，对，啊，这个，这是11，对，啊，对，就是这边，啊，上面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个架子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将来还可以上雨棚。啊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还可以加上顶棚。然后这边呢是1234啊5678啊八片球场。然后这上面呢还有90 11 12 13 14啊，应该是14片球场。OK， 好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机器架在这里啊，这边都是校友啊，大多数都是60后啊，现在都是50多60的老同志了。对，所以这片球场非常的漂亮。等一下啊，这边稍微有点反光，我把就设正，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设备拍完了以后呢也是一样可以把它导到 Swing Vision 啊，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我的主页啊看那个有关网球的，如果说是你看到有剪辑的呢就是 Swing Vision。
下就完了。我们赚钱的话，就大概说一下。对对。赚就打个点单，就是说的，就保证他拿的技术呢，到那个，反正我们到时候如果是这个，我们哎呀，好球，完了！哇，对，他这个打得很深啊。啊，上那很早啊，这个上那很早啊，有点早啊。
面这个高个子呢是这个华东的体育老师，韦老师还是魏老师，这个球确实质量很好，控点控点。
还有，
OK， 我们现在这个一个球队呢是这样，最少是10个人，最多15个人。然后呢，有5个点，他们叫5个点啊，实际上就是5场比赛。那这5场比赛是怎么排的呢？有一场是女双，两个人加起来70岁以上；还有一场呢是，70岁以上，就除了这场女双以外，其他都是。可以男双，可以混双。那唯一是男双打混双呢，在男生的发球局要让一分，就0-15开始，啊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是分成70+、80+、100+和110+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5场球啊，一场女双加上其他4场，70、80、100、110，对，然后就必须都是校友。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规则吧，然后是4个队或者是5个队一组，总共分4个组，这样子的话每组前2名出现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呢，现在在场上的就是我们队7个男生3个女生啊，3个女生都在场上，那么他们是一定要组一个女双的，组一个女双，剩下的呢就是还有一个人就可能去打混双，反正总共我们队就10个人，一个替补都没有，所以肯定要上，好，肯定要上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好的，那哎呦，好像是手机烫的厉害。那行吧，就先播到这儿，然后我等一下，我用那个用 Swing Vision 我把它录下来啊。我把它录下来之后呢，大家想看的话，可以在视频号啊看这种看这个。剪辑精选，它自动精选，用这个软件自动精选啊，然后包括球速啊、落球点啊、是否出界啊，全部都有啊，非常方便的一个软件。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到我的视频号下面去看，好吧？那就对，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啊，明天早上8:30，正式比赛是9点开始。OK， 那就这样，拜拜。